我是鱼妹子呀，今天我们玩的这个地图是竞速赛车，一般车连楼梯都上不去的，你这个车是真牛批啊！关键是会跳。这跑到哪里来了？还能倒冰块。这冰块这你咋弄？完了，这到哪里去了？哦，从这里上吗？哇塞！这么赖死！最后的阶段，哦，我要飞死啦！看看看看，这个赛车手要被那个啥了。不对呀，你一冲他就会冲到这里来呀。因为高级赛车手就这样没了。就这样被仙人掌给干飞了。那妹子太胖了呗。只能这样说，是吧？我还能飘移呢。好飘啊，这迷宫啊。对，飘的我眼睛都花了。哎，妹子这高级赛车手，高级赛车手居然没有取得胜利。好啦，喜欢玩的宝子们可以下载玩一玩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